的，咱们又开不开了，又用石头敲的。你行行行行，看看。你知道哪块毛病呗？我不知道，天日这面点上还别有啥毛病，这面是点上的。不对。刚回去了，不点了。哎，没的没电了，那时候充满了电他们。摘来往啥时候有？啊？摘来你快上去开吧。摘来这有大事。还是那块儿的锅。明人在这开的，叫明人。叫谁？叫俺弟在这开家东子。啊，你摸给俺打电话看看。哎，啊，俺弟夫啊。哦，提地了。哦，提地了，这不来了。我陪在家在家了，这铁门坏了，人家上来给整整看字儿似的。这不连上，俺没在家。不在家，你自己想法儿走修吧。这是给俺爹夫打电话不连，俺在地里，地上再给花匠打电话，看字儿似的。这里，哎，花匠。哎，这把竹也装走了，也弄不着了，这字儿似的。电瓶我充了一个月，充满了嘞。贵了，我再说，哈哈，整字整也整不着，不一来不一，一点一来没有。就那吧，叫整整，叫拿钱吧，小弟。啊，姐。打个电话，人家说这塞钱松，得整整，叫去拿钱去吧，整整看，到底是咋事？这咱起来，一会儿崩一下，一会儿一来不一来。看王长说这钱，哎呀，钱拿钱给没了。你咋的家没了？又整个带溜了？我整个带溜，整个那个刮粪机的人溜了，又带粪了，给啥事？哎呀，那个钱去年都带粪了，啥事了？好使了一时又没了。对，塞不下来了，我这说看这上面长了一光说的，这不带了，这都长多少这个白布？是原那个的锅呗。忙的，手脚又是巧又是拧的。哎，一点响，一点偏，这字儿又这个是。哎呦，这个点上了，先不了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别人，哪块毛病？把它推回去吧，整不开了。推动了的，推不动。车坏了，你弟夫这三门又打不开了。哎，打不着了。打不着了。打不着了，没煮了，往回整不开了。这又你看家，你家又是桥，又是桥，又是拧的。哎，你懂呗。我懂还是不懂呀、啊？你这懂劲儿也把，要是懂这个东西那东西，也得弄不懂的、啊。你这是为啥？这没电了还是咋？这个咱们还能开的呢。哦，能开的。这不俺一个门关不上，一个门开不开那个。可不嘞，你还得先把车动了去。车动了。这不连。哎，这咋没上地的？没连，到地里来的。不连得挂，去拿那吊兜里挂挂。哎，先把家里啊给零星给你推回去吧。哎，那是个嗯。
等我呗，等等了。先等了，等到。哈哈，这个伢也太推的。对的，等下叫我可不办，回头了，推回去塞回来，一推一下坡都溜着了，溜着再一打都开了，你知道呗？你把我麻烦了，你。再打。那你把那个上级，上级。我给你掉了啊，掉了不能丢了。不是你上级，上级不是你不是说一整都开了？那不用这个，溜那个下坡不用这个。那地方那个三轮那个门儿看见没？里啊，那还能顺楼里。哦。人家副驾驶那个门是那个关不住，主驾驶那个门是打不开。打不开，将比累了得回家睡来了。回去慢慢修吧，推回去。在道上是呗。哎，又没人了，一点人了没了。没提好多推的，给发手套叫白锅巴。你不是给还有手套叫谁戴上？弄个成哑巴了。哦。他那不是三门儿，关键得让主夫人给看着。你不得倒回去吗？你回头哎，回过头往下开，你去好多推一把，再把头回过，不推一把，推一把，推后边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叫回过头。来，你坐上去吧，来。我坐嘞，坐嘞，还能推凳子。走吧。哎，全家人。这骑前边推的，前边推的，快打方向盘吧你。我打哎。往后追。哎呀，要追到上去了。别的往前了啊，好，来好。哎呀，这个接一把推回去吧，这往上路这加劲，这幸亏给过来了，不过来。再有一把都回来了。回过来。陈家里，到陈家里，猛点，推猛点。你看那条路还来了。猛点。都上不来去了，这里。咋吧？别一声，别照呗，还。不照了。别！那是有多丢脸的。看看那个别一声。别。开。别。没照。你不是把溜开？哎，佳宇，你不挂档，你是溜，你能溜着？我不懂哎，我挂档的，你着也不着哎呀！我出来，快点把那推家去。别推了，推不动，再说吧。再说。那咋推不动哎？推动啊，没事，这个搁那呢。一二，来，叫也吃，来，往后回一下，来，晒一下，啊，来，1、2、3，我上来啊，我家不摘了，不然还得往回回一下吧，来。回去了都摘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是。
傻了，我这个破砖就过去了。人家不走这三门，你知道吧？有点傻扎劲，腿也不正事。你是不是挂档嘞？没挂档，他就是这个三门修的，好是你看，腿要不是说轻的，腿要是重。来来来，过着转过着，来，一二，来，哎，挂档的往上揉，你光说你家挂档，你还得推的能推动呗？看这推的是轻的。哦，挂档的，连连扛不动的，挂档的。挺服呀，挂档的家这推，迈进这推就推不动，死一窝呗。我这扛，我往上。你骑三轮能过呗？能。瞅把着手。来，把手套给你。你不送给俺的吗？俺这手俺得使这个，这是保温之外的呀。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下下，俺有点事儿。赶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帮大忙了啊！谢谢了啊！哦，不用谢啊。好，走吧。